我们现在进入了森林啊，朋友们听没听见有各种鸟叫，各种动物在叫。这边的森林是随处可见。好像前面倒了棵树，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棵树倒了。上次来就是这棵树吧？这边这个倒的，我说的是前边这新倒的棵树。不不不，这是上次就有的。不是，上次这块淌水，你看到没？啊啊！新倒的一棵树。啊，哎呀，这棵大树是新倒的。你还把路都横起来了。嗯，这一下雨，一看这个茬是新茬哈。看看这棵树，腐烂了。这是棵什么橡树？往哪边走啊？往那边走哈。还有火车的声音。对，火车好像是离这儿不远。树上掉东西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四姐，和老李出来到这个我们住的附近啊，有一个森林。它这森林呢，里边的树啊是纯天然的这些树啊，一看嘛就是横七竖八的那种哈，不规则的。这树还是很高，有些老树呢，还都是一些很老很老的。老树就有死的啊，有很多这个倒的树，横七竖八的啊。前两天连着下了好几天雨啊，对，树都乏了又倒了。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啊，所以说有一些老树呢，它已经腐烂了。经过这个雨一下雨呢，一湿啊，它就倒了。这一下雨呢，倒了很多的树啊。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啊。前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宝地啊，现在发现了就要经常来到这里呢，呼吸点新鲜空气。我觉得它这里边的景色也好看，尤其是到秋天了啊，这个树呢有深黄有浅黄还有绿，所以那边就是咱小区啊。啊，那边就是咱的小区啊。是吧？哎，这不快走到头了，再往那头走走看看看看。这是前几天下雨下的，存了一些水啊。它这边哈，不是说像国内有山才有森林，它这随处可见的森林。然后森林过去以后呢，那边就有小区啊，就有人住。我还想啊，就这个季节应该是有蘑菇啊，能吃的蘑菇，而不是那种毒蘑菇。走，往这边走。哟，这是不是栗子啊？野生的栗子吧。它这里边也是的，有好多大树吧，都倒了，他们也没有人去来管理。前面有儿童乐园设施。看看这是什么，这不是野葱吗？啊，野小葱啊。这是野葱吗？嗯，是能吃的，看看。啊，我觉得这是野葱，你尝尝是不是葱？是葱，味儿还挺浓的。那行，那不用买葱了，薅几把，薅几把呗。真的是葱啊。啊，你尝尝。我不吃了。老韩，挺辣的还。嗯，那多好啊。这是野小葱，跟韭菜有点像的吧。嗯，没有盐，没有韭菜。这地下水你看。水潭。这是刚下过雨。嗯，我瞧瞧啊。你别掉坑里边啊。看这里边有没有宝贝。还往里去吗？还往里去吗？别有蛇啊！别吓唬我啊！真的，这里那天那个网友说这有蛇。一说有蛇，我还真有点害怕了。
这真的有蛇的应该。你看这木头吧，我觉得应该有木耳和蘑菇。有木耳蘑菇肯定有。让你说的我都不敢往里走了，应该往里走走看看，这山里头肯定有宝贝。拍到蛇了啊，看，我没看着。哎呀，真有蛇啊，看，真碰到蛇了啊，哇塞，还真有蛇。哪儿？我没看着。很细很细的一个蛇。是吗？嗯，看一下哈，看见没有？水蛇是。嗯，朋友们看到了吧？这个蛇。哦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哦、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呀，确实挺吓人的。水蛇还是啊？啊、哦，哇塞，真的很吓人啊！哇塞了啊！很吓人，很吓人，这样我还真不敢。要打一下。进山了呢。嗯。找个东西我戳一下。别戳了，别戳了，别戳了。我扔个石头什么的。不不不不，行了行了，咱看到就行了。哎，我刚刚我们还真看到蛇了。虽然是这条小蛇非常小，但是呢，它也许有小蛇就有大蛇，不敢在这常待了，尤其是不敢下到里面去啊，绝对不敢。这个蛇还真是挺吓人的，刚才在那个水里头，那个小蛇，哎呀，游得非常好。看看，身后也是下雨下的都形成了小河了。转过来看看这小河，嗯，那还有个独木桥了，该走过去。啊，独木桥我可不敢去了，吓死了。有蛇啊。哎呀，这边这空气是真好啊，只能在马路上走了，不能下去了，下去太吓人了，有蛇呀。这边呢就出了山了哈，出了森林了。哎，我刚才又看着一个动物，一晃好像是小松鼠吧。嗯，看这边就是森林，这边就是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俩逛累了，在这休息一会儿。今天让朋友们看了一下我们住的周边的环境啊，就是美国人当地人他生活的环境，像这种小区应该是挺多的啊。每个社区呢都有它的一些设施，你像这个什么足球啊，还有这个网球啊，排球啊，哎呀，这真的挺多的啊，这还有壁球呢，还有壁球。这边是打棒球的。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壁球，老李说的，就是一个墙挺高的啊，然后下边呢还画了一个，看没看？后边有一个墙啊，有一道墙，下边还画的那个格格啊，画的格子，嗯、啊。天上还有飞机，天上还有飞机，哎，这个飞机好大。行了，那个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。嗯，以后呢我会说两句啊。秋天，这个新泽西的秋天啊，已经开始美了。对，树叶有红的、黄的，已经开始变颜色了。对，据说十月中下旬会更美。嗯，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美丽的新泽西的秋天。看到那个那看我身后的叶子都红了一些了。我们过些日子呢要去看天的那个红叶，过些日子我们去看红叶啊，据说是很漂亮。以后呢我会给朋友们拍一些啊，就是美国百姓周边的环境和他们居住的一些这个环境啊，还有一些景色吧。我觉得他这个不亚于我们那边的八大关啊，它这到处都是八大关，我是这么感觉的啊，就是每个地方这个树啊都特别多，然后小房子呢也不高啊，顶多是二楼三楼是顶多了啊，所以说景色还是挺美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再见。